杰电时光。那我们就继续我们的魔力星球乐园吧。那我们上次呢玩到一半，第十一颗星有二分之一，但是还没拿到，好不好？今天继续来努力来玩这个第十一颗星的部分。OK， 好不好？我们今天希望可以拿到我们的第十一颗星。Go！ 那我整个云霄飞车呢？哦，过山车又重新修改过了，因为我发现呢，它的主要的任务是要我们就是完成一个至少 5.0 的。然后 5.0 的晕眩，还有最少5秒在空中的部分，那这个呢真的有一点点困难，而且它这个还有一个限制，就是说你可以超过 5.0 了，但是不可以比 5.0 还要低这样子，然后你这个是不可以超过 5.0 的晕眩，所以这个真的蛮难的，你要做的又刺激，然后又不让人家觉得恶心，所以真的蛮困难。那我后来稍微修正一下，目前呢我们的需求是兴奋度是够的，但是呢我们的恶心多了一些些，所以我必须再把恶心这一部分呢来把它抽掉。那我看一下我们怎样整个的结果呢，我们自控的时间是有达到12秒了，所以12秒是可以的，他说最少5秒嘛，所以我必须把这个再弄一下，所以我们再测试一次，看看到底哪边出现了很严重的恶心的部分，好不好？我们就来做做看，持续在这边爬，我们来注意看一下恶心程度的这个部分哪里比较严重。你看我光盖到现在已经2万多块了，我在这边已经修剪好多次了。好，让它慢慢爬一下下。我们用两倍的速度来看，OK， 目前起来这边呢都不会太那个。好，我们慢慢的过来。好，这边恶心还可以哦，这边有点紧绷了。这边我们待会修改一下下。然后巨速呢，我本来是绕这样子的嘛，所以这一个呢，我又把它取消掉了，让它不要过得太多。然后这边也用的简单一点，本来下去之后呢，下去发现恶心程度会高很多，所以也不行啊。OK， 慢慢的回来，难得恶心就乐园，好还是不够，那我们就来修剪一下我刚刚觉得恶心的地方。这边呢可能太过于弯了，所以让他们觉得有点恐怖，所以这边呢我们再把它修剪一下下。OK， 仔细看一下这边的分数，希望过来这边有改善。我、哦、还是紧绷欸。今天可能光调整这个就要一集了，我觉得。我没想到呢，盖这个云霄飞车呢这么大的学问，非常难呢。好吧，让它爬上去。这边还是 very 快，待会这边加个刹车应该就可以了。刚是 5.2 级嘛，看现在会不会比较少一点点。4.86 了，这应该可以了吧？刚好做一个空中步道，碎了。耶、yeah! ！然后呢，出口呢？我想想看，我们该怎么接比较好。出口可能这边要开始另辟一个了，另辟一个了。顺着这个方向这样走，然后再接连到这边过来好了。虽然是还蛮远的啦哦，但是我们出口还是得先建出来才可以。好 ，OK， 串联过来，暂时先这样哦。然后这边呢，我们就可以开始让它测试了。测试完成之后，我们就可以。来开启前面的这些建造器 ，Yes， we got it， 呀、yeah! ，总算拿到了，好不好？而且我们现在钱呢，已经到27,767了，不用担心会破产了。Oh yeah， oh yeah， 好不好？我们终于达成他的目标啦，中型实现了 5.0 刺激的，然后 5.0 晕眩的，至少5秒在空中，我们完全达到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 ，Oh my god。然后我看一下，我目前因为员工都没有注意，我都一直在用这个东西啊。但是总算我们是成功了，垃圾有点恶心了，好不好？我们来看一下员工的部分。员工啊、这个 Tiki 的要帮他升一下、哦，他钱可不太够，212有点不太够。我们给他230吧，好不好？这样他就慢慢就会开心起来了。然后扫地的目前都还可以，钱都给他们是够的。机械部分这个给它高一点点好了，然后目前呢我们困难的这个也一起拿一拿，我们今天11颗星12颗星一起给它达成，好不好？那公园评分呢，我们已经有拿到它的分数了，现在只要风景再好一点，我们这个关卡就结束了，所以太好了。然后这边的钱呢就10块就好，我们不要涨了啦，然后我们也是负载二分之一就好，那大概等个30秒这样就好，不然要等太久了。 OK，所以呢，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实现这个风景的瓶颈，那当然就是尽量来盖一些游乐设施，然后让他们那个风景可以再高一点点。你看这个风景都不是很高，所以你必须在排队的过程中呢多盖一点点造景，这样子会更多分数一点点，好吧？那就在这个比较空旷的地方，我们就要盖一些造景的部分，盖在这边，
好不好？这样应该看起来又可以遮阴，是不是？漂亮多了。然后其实也可以在旁边呢盖一点点石头啊，或是什么之类的。那我们也是要注意一下，平常还有什么东西需要来更正一下下。那其实也开始可以来研究一些树木啊、草原、典型的乐园植物、场景、海盗主题，这些都可以来研究一下。来研究一个西部主题的好了，好不好？大排长龙，哎，好不好？既然我们今天盖的这个云霄飞车算是成功的话呢，我们就要来搭建一下下了，好不好？我们等待一下这个列车的归来。可以盖摩天轮吗？可以盖啊，可以盖啊，当然可以的。准备咯，刺激的木头板的过山车。其实好像这个过山车是内地大陆他们那边的啦，那台湾都叫云霄飞车嘛，我不知道其他国家是不是也叫云霄飞车，应该是啊。来了来了来，铁链攀爬，感觉这个过不了多久呢就会风化掉了。没有，我本来想说没有那么多人啊，不知道会那么多人，原来他就两个打手，我们待会再改一下，先做了 ，Let's go。其实还蛮恐怖的，我们其实都没放什么刹车。呜呼！好高啊！这有别于我们以往的，也叫过山车啊。OK， 倾斜的，我们都做倾斜的，倾斜版的。OK， 碎了碎了，就是安内了啊。哇，好多人搭哦！哇，这个也是一个赚钱的地方啊！太赞了，太赞了，太赞了！这边就比较没有阻力了哦。OK， 慢慢的缓和下来。我觉得这边做的比较好，是因为就是这里有平均起来，不然我觉得真的不会过了。我大概花了一个小时多才把这边整建好，还好没有开台，不然大家就无聊到一个小时。耶，各位观众回来啦！顺利的完成我们的过山车之旅。好，那这边哦还要玩呢，看来这个真的不错哦。那我们就把它弄多一点啊，满载好了，应该会满载啦，因为这么多人来，你看后面还这么多。不满载的话，它一个车厢，我们总共五个车厢嘛。我们等真的人多到走到这边的时候，我们再来改一下车接一下车厢啊，应该可以再多一两个哦。全满，马上这边又来排 ，OK， 没问题了。炼材乐园成功，点一点。然后我们在这附近来照个景。现在接下来就是为它打造比较好看的一个景象，没有打造你也没办法过关了、啊。要吐的人坐，我有放椅子啊，我有放椅子。看起来蛮丑的管他的，好吧，先慢慢改。女巫的宿房哦，这个也不错哎。晚上不用，今天可以播比较晚一点点。我们把它盖在这里好了。Yes， 现在分数来到148，一有一了哦，快要成功了，好不好？那我来试试看你说的那个凹槽的部分，这里可以放水吗？真的假的？磨出平滑，哎，真的有挖的哎，好碎哦。那我们就来把这边凹下去好了，好不好？这边做一个凹形的地方。哎呦，厉害哦，厉害哦！这边来做凹下去，然后把它弄成一个像水的感觉。我们在旁边做一点点画，让它感觉哎很酷。我看看有什么不一样的。哇，酷哎！这有水舞啦，对不对？我们在这边放几个，放在中间的位置好了。先放一个哦。沿途一直放，让它可以喷水。晚上这边再加一点灯光，有加 LED 的，加 LED 的，好吧，差不多啦，这应该没问题啦、哦、然后盖个骑士守卫，有点像城堡的感觉的。马上有人想要来这边做了啊！然后我们再请一个演艺人员过来，请个公主来好了。哎呦，骑士跟公主超配的、啊，耶、yeah ！哒哒哒，骑士会常常会挥手啊！哇，公主的辫子不知道抹了多少发胶啊！啦啦啦！当骑士遇到公主会怎么样吗？这边还没有什么人，会动哎、欸，真的会动哎、欸！而且这一条路都可以一直盖一些礼品店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刚刚研究出来有什么东西好了。我们的研究部分，草原植物来看一下，多什么草原区？草原区，然后西部主题的场景也可以摆一下，耶、yeah, ！这些应该都在我们场景的部分。把公主放进湖会怎么样？摔在里面吧。把盖个城堡在这边好了。
感觉有走进来城堡的感觉，因为这边也 有一个类似这种设施。这里我们来稍微把它弄一下下，很厚的一样，好不好？这样越好了哦，钱越赚越多了。加勒比的礼品店哦，这个也蛮酷的哎，三个供应组装的，这个可以赚比较多，血比较多。耶、yeah! ！各位观众，我们今天很顺利的连拿了两颗星，第十一颗星跟第十二颗星，总算是全部都完成了，好不好？巨树乐园成功，下一关呢就不容易了，好吧？慢慢的，所以从今天这样子，我们就知道了哦。云霄飞车呢，你要选择要怎么盖，然后要怎么让你的兴奋度还有恶心度去慢慢的调整。然后去怎么整件这样子，然后还有今天那个大哈跟我讲了怎么用水，然后制作一些什么鬼火壶之类的哦，然后怎样盖起来呢，就会更棒了。太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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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吧，我们今天这个模拟星球乐园算是大大的成功，十一、十二颗星全部都窃取完毕，好不好？那下一次呢，我们就要再往下一个乐园的关卡前进，好不好？下一次我们的模拟星球乐园就会从这关开始。那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呢，或是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帮我按个赞，按个订阅，好不好？随时追踪我的动态哦。那记得也可以按一下铃铛，这样你们就知道我什么时候开。大家拜拜。